马上就要离开武汉了，再见啦，小桌子，小床，武汉再见喽。因为早上6:20要集合出发。老师，最后一天离开武汉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肯定是很高兴啊。那你觉得今天的早餐怎么样？好吃，格外的好吃。为什么是格外的呢？因为今天我们要回我们的大贵阳了。我们的酒店小姐姐，谢谢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里还有舒婷阿姨。给你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走了。你们回去以后保重身体。明天你来贵阳，我头发就长出来了，你就看到了。那我们说好，我们在贵阳等你。虽然说他们说我们来温暖了他们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被他们温暖的人。刚来到武汉的时候，那天晚上窗外什么也看不见，全部都是白雪，然后再到今天真的就是春暖花开。这个花是我们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酒店发给我们的，结果我就发现从旁边车厢里面长了一个新的东西回来，所以我把它先带回贵阳，看可不可以现场看到不一样的再次的盛开。下面是用水给它裹在那个卫生纸，只要我们努力，一切都会有希望，这就是最好的希望。所有在这个方舱里面43号房里面，感觉是亲如一家。所以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他送给我们第二批和第五批的员和医护人员。人生意义，因为都将爱的认真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间紧紧背负目上。现在我们到达的是武汉天河机场。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你们等好，这是我的病人。他们然后给我不是了，现在不是了。有两个病友，他来不了，然后他是他送到紧急护士部，他送不来。是援鄂抗疫成绩纪念。登记啦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感谢你们为武汉拼过命，为湖北拼过命，也为我们拼过命，感谢你们。然后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起飞。代表武汉人，谢谢大家。